我们发现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米莱迪的强度有一定的降低。考虑到米莱迪的作为法师也需要为团队提供足量的法术伤害，因此我们考虑将他的召唤物伤害调整为法术伤害，以补充他在这方面的不足。孙膑的二技能中存在一个感知较弱的效果，即在二技能生效期间可以提升队友的冷却缩减时间，这意味着队友在使用技能时受到孙膑二技能效果后，技能能更快的冷却。但是在实战中，大众玩家很难精确的使队友享受到这项效果。二技能更多的被用来为队友返还伤害和加速，本身预判队友释放技能的实际对大多数玩家来说也非常难以掌握，所以这个特性很多时候是被浪费的。我们希望孙膑玩家能够更明确的感知到这部分能力，所以将其改为了孙膑二技能被动中常驻的效果。我们了解到戈亚的独特的移动模式对于一些玩家来说不太适应，因此我们对他的操作手感进行了优化，现在他的转向、刹停都有更强的操控感。与此同时，我们修复了一些会使戈亚机动性异常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数值上也对其进行一些补充调整，希望能帮助戈亚更好度过较为困难的对线和发育期。此外，我们对于戈亚补攻法球效果的限制尤其严苛了，因此我们调整了戈亚的法球效果比例，使得法球类出装对于戈亚更具有可选性。杨玉环较高的上手门槛其实阻碍了玩家喜爱玉环的热情，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容易体验到杨玉环的玩法乐趣，都能够更好地掌握杨玉环的核心技巧。我们将它强化普攻，减少冷却的性能直接投放到技能冷却中，同时为杨玉环的二技能提供保底的控制和伤害效果收益。如此，即使在大家尝试使用杨玉环时无法在一开始精准地用二技能套住敌人，也能享受到部分效果，不至于感受到太强的挫败感。